请掀开经本，阿修罗王记诵第五首看起，无碍无等大神通，变动十方一切刹，不使众生有惊怖，大力于此能明了。这是婆池阿修罗王长行里面，我们看到了他修行正果的法门，使得震动十方无边境界。从这个法门呢，成就的。清凉大师在注解里面呢，告诉我们，菩萨是以大幻通力，洞察物机，不怖众生，这叫大力。菩萨的修为很值得我们学习。大力了，力是能力。我们今天讲啊，伟大的能力。但是佛法里面讲的大力，这里头有一个重要的条件，那就是不使众生有惊怖。如果让一切众生感觉到恐怖，这个大力是错误的。这个不是真正的神通道理。那么我们看看近代的科技，突飞猛进，而带给世人确实是惊怖万分啊。发展的结果确实跟许多宗教里面所讲的世界末日相应。所以这个是令一切众生生大惊怖。这个方向错误了，目标也错误。菩萨有智慧，有能力，这个能力就是经上讲的神通。尤其是赞颂里面讲的无碍无等。无碍是无障碍，无等是没有能够跟他等同的这一种大神通。这是说什么？只有自信本具的智慧德相，才能够当得起。于是我们从这地方就明白了，
诸佛菩萨自己证得了圆满的自信。宗门里面所说的明心见性，见到圆满的自信，不是部分的，是圆满的。所以他有能力变动十方一切刹，这个动这个字里面意味深长。不是一个世界，十方一切刹了，就是尽虚空变法界。这确实是大德大能，大德大能是一切众生自性里头本来具足的。所以才不使众生有进步啊！是本来具足的。佛法教导我们明心见性。这个是宗教的目标，不管是哪一个宗派，不管是哪一个法门，就是念佛法门也不能例外。念佛法门是求生西方极乐世界，到极乐世界去干什么？去明心见性。也就是说，我们这样的根性，在这个世界要想达到明心见性，困难太多了。换一个修学环境，我们现在这个修学环境业障太多了，开不了悟，见不了性。这个才阿弥陀佛在慈悲也，帮助我们换一个环境，那个环境里头所有一切障碍都没有，在那边修学可以一帆风顺了，通通是以明心见性为目标，见心成佛。见心之后，这个大力就现前了。这个能力完全是从自性里面流露出来的，纯善无恶。那我们要问，这个大能力与现在科技这个发明是一还是二呢？佛在经典里面给我们讲的真话，非一非二。换一句话说，不能说是二，但也不能说是一。科技上所有的成就，不出性德。
为什么这个科技的发展，这种大能力使举世众生惊慌恐怖呢？用得不得当啊！如果这些科技不要用在战争上，能用在和平上，为社会大众造福，那这就与佛法相应了啊，就是佛菩萨的大德大能了啊，用在制造武器啊，互相毁灭对方，这是灾难啊。啊，换一句话说，他用错了啊。科技的成就本身没有善恶，善恶在人心，人心善，这个东西就变成社会的福利，人心不善就变成毁灭世界。我们要能体会的这个意思，诸佛世界的刹土，我们也常讲啊，那个科技发达到极处啊，我们今天这个世界科技跟西方极乐世界比，还差得太远了。我们在无量寿经上读到的，极乐世界的人，天眼洞视，天耳彻听，我们现在的科技还做不到。听说逐渐呢要接近了啊，现在高科技的这个通信卫星，我在香港有同学告诉我，将来你们手上用的这个无线电话啊，利用这个卫星通信，有些国家你们任何人通话他都能听得到。而且你这个话机带在什么地方他就晓得你人在哪里。这是科学技术已经达到这个境界了。但是什么呢，还要用机器啊。你要不用这个电话他就不知道了。我们谈话不用这个电话他听不到。电话谈话他才听得到啊。西方极乐世界不需要这机器啊。我们无论在什么地方谈话他都听得到，那这就比他高明了。我们这个科技达不到。我们在任何地方，极其黑暗的地方，西方极乐世界人也看得清清楚楚。那我们今天的科技跟西方极乐世界比，那真是小巫见大巫，差太远了。人家的能力能够达到虚空法界，我们今天纵然发展吧，还没有办法离开这个地球。所以佛实在讲不太欢迎这
这一些科学技术啊，不重视这些东西。为什么呢？它很有限，而且它有障碍。佛教给我们的是无障碍的能力，是广大无边际的能力。这个能力我们心性里头有，开发出来就行了。现在世间科学家是在物理物质里头就开发，佛法是在精神里面开发，不在物质里头，在心性里面开发，这个才是究竟圆满的。心性里面开发，你会看到不可思议的境界。这种不可思议的境界，就是现在科学家所说的多维次的空间。那么一般人能够体会到的梦中境界、定中境界，梦境跟定境对于我们来说呢，都是虚幻的，没有像我们现前呢这个生活这么样的踏实，但是如果你能够把梦中境界把它变成像我们现在这个境界一样踏实，这是功夫啊。定中的境界也变成了现实，可不可能呢？可能，不是不可能的。它是另一个维次的空间。我们没有定功，没有这个能力，但是这种境界偶然会发现。我们做梦的时候，或者是打坐入定的时候，偶然发现，不能够保持。要保持这个境界，不是难事情。为什么呢？不需要很高的功夫。普通的定功啊就行了。不需要很高深的定功。如经典上所讲的四禅八定。四禅八定是保持着定中的境界。定中境界能保持，给诸位说，梦中境界也能保持。这在理论上呢，我们能够想得通的。怎样去修学？说实在的话，佛菩萨也不重视。为什么呢？这属于小道，不是究竟道。换一句话说，都是设法界里面的幻象。般若经上讲的梦幻泡影啊，诸位要晓得，我们这个现前境界也是属于梦幻泡影。我们现实的世界跟梦中的境界、定中的境界无二无别。只是我们现在这个境界的时候能够保持个几十年。
什么东西保持的？业力保持的。啊，如果离开业力，那就像我们像做梦啊、入定一样，偶然现这个境界。从这些地方呢，你就能够啊，体会得啊，这一般人讲的，人有三世，有过去，有现在，有未来，啊，确确实实有轮回。啊，轮回不是别的，啊，就是业果的转变、相续、循环，啊，就是这么一个现象啊。这个现象不单在佛经，其他宗教的经典，除宗教经典之外，还有许许多多笔记小书啊，特别悟书里面也都讲的很多啊，中国笔记小说里面，像纪晓岚写的《阅微草堂笔记》，里面记载的很多啊，啊，《聊斋志异》。那是不是自己编造的呢？不是的，确有其事。啊，所以这个世间呢，太广大了，许许多多的事物，我们这个眼睛见不到。我们耳朵也不灵光，啊，我们现在六根的能力变得很小很小，啊，诸位要晓得，六根的能力本来是广大没有边际的，啊，到西方极乐世界，这个能力恢复，啊，六根能力恢复啊，啊，所以虚空法界。无所不见，无所不闻，啊，神足通，飞行自在，啊，不要说十万亿佛国土，啊，十万亿佛国土在虚空法界是短距离。无尽的虚空刹土，一念之间就到达了，啊，不需要用机械工具，这是本能如是啊，这就是无碍无等大神通啊，这个无等啊，没有能够跟他相等的啊，不是说只有他一个人有，其他的人没有跟他相等的，不是的，人人都有无碍无等大神通，这个无等是人间科学技术啊，没办法跟他相等，是这个意思。啊，绝对不是人为制造的，啊，是自信的本能，啊，人人都有啊。个个平等的，但是可惜你迷失了啊！虽有，它不起作用啊。比如我们的眼，
为什么西方极乐世界人的眼睛能看到我们娑婆世界，我们为什么看不到他？啊，我们有障碍，他没有障碍了。我们障碍是什么？障碍是无量无边。啊，无量无边的障碍啊，归纳起来总不外乎三大类。这个三大类就是妄想分别执着。如果我们把执着放下了，与一切法没有丝毫执着了，我们的能力就扩大了。啊，你看佛在经上讲的，阿罗汉的这个能力，能见过去五百世，能见未来五百世。比我们的能力就大多了。啊，他有能力回到过去，也有能力走进未来。他这个时间空间突破了。虽然突破的范围不大，啊，佛讲啊，只有五百世。五百世之前他不知道，五百世以后他也不知道，啊，那必须再要把分别放下，啊，与一切法分别的意念没有了，那他的能力超过阿罗汉了。最后佛再教给我们把妄想也得放下，啊，那你就超越十法界了，啊，入佛的境界，佛的境界是一真法界，啊，往生到极乐世界的人，极乐世界是一真法界，所以纵然是下下品往生到极乐世界之后啊，他的能力突然就恢复了，啊，这个是不可思议，啊，所以净宗法门叫难信之法，啊，真难信 啊！为什么呢？你烦恼没有断尽啊，为什么突然之间你有这么大的能力？啊，这一桩事情，佛在经上讲的，唯佛与佛方能究竟。啊，等觉菩萨都不能够完全通达明了。啊，所以称难信之法。难信不是我们一般人难信啊，我们人反正很容易相信。啊，什么难信呢？阿罗汉、辟支佛、诸菩萨难信。啊，实在说也类似古德所谓的为上智与下愚不已。啊，上智是诸佛如来他相信他没有问题，下愚我们是下愚，哎，听说阿弥陀佛我们真念真想求生，啊，我们真能信，啊，能信的人成就了。啊，只要依照佛讲的这个方法，还真不难了。啊，但是一丝毫的疑惑
不能有。啊，一丝毫的恶意不能有。啊，不要说念头了，意比念还要微细。以真诚纯善的心，啊，这个纯善是绝不伤害一切众生，要长存这个心呐，啊，这个众生再恶再毒，啊，遇到毒蛇猛兽再毒，都没有一念伤害他的心。我们要在日常生活当中做到啊！啊，你家里头蚊虫、蚂蚁、蟑螂很多，你有没有伤害的体？啊，我们把它赶走、驱逐出境，这都不好，这个念头都不好。啊，菩萨有爱心呢，跟他共同生活。这一桩事情难了啊，难你就出不了三界啊，难你就不能往生啊，念佛也不能往生，只有真正做到的人，对一切人事物都不会起心动念，也没有分别之处，啊，只是一片慈悲眼，这种人念佛肯定往生。生到西方极乐世界，不仅仅是得阿弥陀佛本愿威神加持，啊，不止啊，设方一切诸佛如来跟阿弥陀佛同心同愿同德同行，所以你是得一切诸佛威神加持，不可思议。我们今天呢能体会到这一点，所以自信里面无尽的智慧自然现前，无边的德能也现前，啊，无量的相好也现前，他的受用，世尊在经典里面为我们介绍的，跟阿惟越智菩萨相等啊！啊，阿惟越智，一般来说呢，语言叫七地。七地以上啊，啊，才称阿惟越智菩萨了。古德有把它翻译叫圆正三不退，这个里头着重是个圆字，因为要是讲到正三不退，语言叫初住菩萨就真得了。啊，位不退，行不退，念不退，语言叫初住就真得了，但是不是圆满。啊，
圆正三不退啊，一般大乘经上告诉我们，八地以上，八地叫不动地啊。所以古德翻译这个阿惟越智菩萨七地以上啊，等同这样的菩萨受用。这是无碍无等大神通啊。那当然变动摄放一切刹了。这个动是感动。摄放一切刹土里面的众生都受到感动。那我们问一问，我们现在居住这个地球上众生有没有受感动呢？你们想想有没有呢？有啊，我们本人自己就受感动啊。他的大神通是什么呢？我们今天所说的古圣先贤的教诲啊，所以大家不一定想到这是佛教，那你的范围太小了。诸佛菩萨跟一切众生感应道教啊，众生有感，佛就有应。佛来应，怎样应？佛是随类化身，随机说法。是这么一个方式啊。哪个地方众生有感，就示现同样的身。佛跟化身菩萨在哪里呢？净虚空变法界，无处不在，无时不在。所以华严经上给我们讲啊，一毛孔，这一毛孔很小啊。一毛孔里头有些什么呢？虚空法界一切诸佛如来都在一毛孔中。这什么意思？我们懂不懂啊？无所不在。你会觉得奇怪，这一毛孔哪有那么多啊？你要不相信，我们举个简单的例子，我们现在这个房间有多少灯？几十盏的灯啊。我问你，这个毛孔里面有多少灯光在里头？不是几十盏灯，灯光都在里头吗？哪一个少了呢？如果这个房间有一千盏灯、一万盏灯，这个毛端上有多少灯光啊？通通都具足啊，一个也不少啊。你们仔细想想，所以佛菩萨在哪里？十方三世一切诸佛菩萨都在。我们有感，它马上就现象。感应道交丝毫不爽啊。
啊，你从这个比喻上，你仔细去想，啊，这个几十盏灯，灯光没有缩小，我们的毛孔没有放大，哎，它确实具足，啊，一盏灯都没有漏掉，大小不二啊，啊，佛在哪里呀？无处不在，无时不在。啊，我们细心去体会。啊，我们自己的性德跟一切诸佛化身大士的性德是一，不是二。就像灯光一样，光光交融。啊，你不能说一，也不能说多。啊，我们展开书卷，这灯光很亮啊，哪一支灯光呢？啊，共同所有灯光都照在了，没错，都照在那，但是灯光各是各的，你不相信，你熄掉一盏，那一盏就没有了，熄掉那一盏，那一盏就没有了。从这些地方，我们认识真相啊。啊，这宇宙人生真相，佛法里面讲的诸法实相，啊，你才能体会到。啊，那我们今天的状况是什么呢？啊，好比啊，那个觉悟的人啊，他灯是亮的，灯开了；我们这些迷惑颠倒的人啊，灯没有开。啊，没有开呀、啊，要借他们的光明。啊，自己灯开了，跟大家光明融合成一体。啊，就开悟了，一悟一切悟啊，一悟了是跟一切诸佛菩萨光就相接了。啊，我们现在用个开关来做比喻。这个比喻还不恰当啊？为什么呢？开关有生灭，性德没有生灭啊！没有生灭，他们显，我们不显啊！就好比灯，灯都是亮的，一样亮，光光护照的。啊，佛的比是今世说得好，佛说你这个灯上有障碍，有东西把它遮住了，啊，这光透不出来了，啊，无明障碍、尘沙烦恼障碍、见思烦恼障碍，你有这三种障碍啊，所以虽然有光，光透不出来。光不起作用，啊，所以佛经上这个比喻比我说的还要贴切，啊，那么由此可知，我们学佛没有别的，千经万论呢，劝我们呢，把障碍放下。这个障碍是自己造的，自己造的还得要自己放下。所谓解铃还须系铃人啊，别人做不到啊，佛菩萨再慈悲呀、啊，没有办法帮我们解铃啊。啊，铃是自己系的，还要自己去解。啊，佛菩萨的慈悲。只有提醒我们啊，从哪里解起？这是我常常提醒同修，从自私自利解起，头一关啊，我们还有自私自利这个念头啊，这一关不能破，
其他通通不谈了。头一关，放下自私自利，这才能入得了佛门。自私自利就是佛经上讲的我执啊，身见啊，见思烦恼里面头一个身见。这一关破除了，就是佛法里面讲的小乘见到位啊，你才见了道啊。这一关不能突破，没有见到。小乘证虚脱还空。大乘菩萨呢，初性位。大乘菩萨51个阶级，初性。我执破了。我们用通俗的话讲，自私自利舍掉了，你才是初性位的菩萨。这个要不舍，永远在佛门之外，你怎么可能成就呢？念佛往生，说老实话，也要到这个境界。念佛堂，堂主挂在口边的口头禅，叫人放下身心世界。一心念佛，放下身心世界，就是初性位菩萨。身心世界放不下，念佛不能往生。你想想那个话什么意思？身是相啊，妄相啊，心是执着啊，就是我见了。这是属于我执。世界呢，是属于法执。你坚固的我法二执，这个阻力就太大了。阻碍你念佛不能往生。你什么时候放下，你什么时候功夫就成熟了。有的人念佛临终的时候他放下了，他往生了。有些人到临终还放不下，他就不能往生。如果在临终之前放下了，他就预知时知，就这么回事情了。什么时候放下，什么时候就知道。你没有放下，你决定不知道。所以欲知时知，我们明白这个道理啊。为什么他欲知时知？
道理明白了，我们也能够放下，我们也能做到。啊，可是凡夫，啊，刹那之间放下，第二个念头呢，又回头了。啊，这张家大师从前给我讲的比喻啊，什么六道凡夫的心啊，像什么？啊，像从前那个老时代的那个钟表，那个钟啊，里面有弹簧啊，他用这个给我做比喻。啊，他说我们学佛呢，想把这个弹簧拉直了，可是一放松啊，它又卷起来了。难难在这，佛菩萨那个弹簧拉平了，不会再卷起来了。啊，凡夫这个弹簧一按平，一松手就卷起来了。是吧？这从张家大师举这个比喻啊，给我讲。佛心跟凡夫心不一样啊，佛心永远是平等的啊，凡夫的心不平啊。啊，委曲婉转啊，所以他不能成就。我们从这些地方细细去思维去观察，这个无碍无等大神通，确确实实是遍动十方一切刹。这话是真的，一点都不假。啊，不识众生有进步啊，这是讲它的功能啊，智慧神通得用的功能。众生离开禁步就得到平安了。禁步的反面是平安。那我们看看现代的社会。哪些人令这个世间一切众生有恐怖啊，有惊恐啊，哪一些人不识众生有进步用佛家的术语来说，佛与魔从这个地方呢，就能够区分出来了，哪是佛，哪是魔。不识众生有进步的是佛，令一切众生生进步的是魔。我们有能力辨别，然后回过头来想一想，我自己是佛还是魔？啊，不要去想别人。啊，回过头来反省，我们才能够得度啊！啊，我们要使一切众生有进步啊！我造的是魔业，那如果我造的是令一切众生啊得安稳、得自在、得清净快乐，我们就在行菩萨道。佛跟魔就在这个地方区别啊，
我们到底走哪一条路，自己必须清清楚楚、明明白白。菩萨帮助众生，无不是尽心尽力，所以功德是圆满的。功德圆满不是在效果上看，是在自己发心。我的心发得圆满，我做得很圆满。对方能不能接受是他的事情，不是我们的事情。所以不能够误会，如果误会是都在对方，那佛就成不了佛了。佛的功德不圆满了。佛何以能成佛？教化众生的心圆满的，教化众生的行圆满的。我们今天讲尽心尽力。众生不能接受，那是他业障深重。这个与佛菩萨毫不相关呐。佛菩萨真正的平等照顾到啊。这才是合理的。所以合情合法合理。我们明白了就要认真努力去学。我们走的是佛道啊。走的是菩提大道。即使菩提大道走不通，佛法被人消灭了，修道的人、弘道的人被人杀害了，也是功德圆满。诸佛菩萨对这个现象也不会起一念成恚的心。为什么呢？众生业障太重了，对他好他不知道。这一次的毁灭等下一次再来，从头再来起，永远是真诚心，永远是清净平等心，永远是慈悲心。这是真正觉悟的人。那说的再浅显一点，再白一点，永远是一个爱心。父母对于儿女，儿女纵然悖逆不孝，伤害父母，父母都不会怪他，都会原谅他。觉悟的人对那个没有觉悟的人，那个爱心呢，比父母爱护子女不知道要高出多少倍呀。觉悟的人知道啊，他迷惑啊，他不觉啊，他要觉悟了跟诸佛菩萨一样无二无别。为什么今天做出悖逆的事情，做出残害众生的事情，迷惑颠倒。这佛经里头一再说可怜悯者，原因在这个地方。尤其佛在无量寿经上所讲的几句话，这就是讲一般造业的众生呢。你看佛的话的时候多么婉转，这些人是
先人不善，不识道德，无有愚者，殊无怪也。你看看佛菩萨用什么样的心对待卧道众生啊，决定不责怪他。没有人教导他了。这个就是所谓的是业障深重。佛菩萨来教化众生一定关机。他业障很重的时候，佛菩萨这个时候不来，为什么呢？来的时候收不到正面效果，收反效果。他不但不信不解，反而毁谤侮辱，那就是罪上又加罪了。佛菩萨不忍心的，所以不来。让你业障啊慢慢消除，消除到一定的程度，你能够听得进善言，佛菩萨就来了。当好话听不入耳的时候，佛菩萨不会来。所以佛菩萨来是慈悲，不来还是慈悲。永远是慈悲的。今天这个世界如何能够救度众生，能够消除一切天灾人祸呢？给诸位说，只有一个真诚永恒不变的爱心。这个世间就有救了。无论众生造作什么样的恶业，无论众生对我们加什么样的侮辱伤害，我们只有一个真诚清净平等的爱心对答。世间劫难就可以转过来了，决定不能用憎恨呐！今天世界的灾难，我们看得很清楚，人与人不信任，国与国不信任，族与族不信任，宗教与宗教之间不信任。这个不得了啊，这个发展下去是世界末日。如何建立互信呢？真诚的爱心。他不相信我，我信他。他不尊重我，我尊重他。他不爱我，我爱他。假以时日，对方会被感动啊。我们只一味真诚帮助人，尊敬别人，爱护别人，帮助别人，决定不求回报。帮助人求回报，这是错误的，这是有条件的，这个不是真诚，不是亲近，不是慈悲，真诚亲近慈悲，决定不要求回报的，
世尊当年在世圆满的奉献了，身示范，言教诲，啊，意是大爱，啊，不希求一丝毫的回报，所以得到一切众生的尊敬拥护。啊，一切众生乐意接受佛陀的教诲，因为他们无条件的。这是我们学习最好的榜样。啊，帮助众生，爱护众生，附带有条件，就免不了引起众生的进步。啊，引起众生的怀疑。啊，所以决定不能附带任何条件。啊，完全的奉献。我们学佛要从这个地方学起。一定要落实在自己生活当中，特别是落实在处世待人接物。啊，下联句老居士教我们要真干呐、啊，干假的不行啊，假的总会被人拆穿呐、啊。啊，一定要真干，实实在在去干。啊，真实的利益在哪里呢？不是在来世。如果我们希求来世得福，还是不清净，你还是有企图。啊，换一句话说，你这种干法的时候，还是属于有条件。来生后生的福报都不想啊，念头都不生啊。终极的目标呢，圆成佛道。圆成佛道为什么？还是为帮助一切众生。成佛道，成就圆满的智慧，圆满的德能。啊，我们对于帮助众生的事情做得更圆满。啊，除此之外，什么需求都没有啊。啊，那再要问的是，为什么要这么做法？是你了解宇宙人生真相了。宇宙人生真相是一体。啊，虚空法界一切众生跟自己是一体呀、啊，是一不是二啊。啊，我们讲父子，父子还是两个人呢。在佛法里面，把这一桩事实称之为法身。你什么时候认清楚了，什么时候肯定了，承认了，一丝毫怀疑都没有了，
就叫正德清净法身。啊，那么在华严经里面，那你最低的位次原叫初住菩萨，啊，正德法身的嘛。啊，正德法身呢，我们提出来的是真诚清净平等正觉慈悲才圆满落实，这不是口号了啊，这确确实实是自己心行的写照啊，就是这么一个心啊，就是这么一个行为啊，行为是看破放下自在随缘念佛佛经里面常讲法尔如是没有丝毫勉强啊，没有如这个境界自行化它都是有勉强的，入这个境界才是一切趋向于自然啊，自然是这个样子，就自然而然大力阿修罗王。我们从这里看，当然是如来化身的。不是真的阿修罗王啊。这真的阿修罗王哪有这种能力啊，所以一看就晓得应化的。华严经上我们所看的一切人物皆是诸佛化现的，所以你一旦明白了，一旦觉悟了，你才晓得自己一个人是凡夫啊，周边围绕的全是诸佛如来，这个时候才真的恍然大悟，佛事门中不舍一人，没有舍我这一个人啊！啊，不舍一人是指谁呀？就是我自己啊，不是说别人啊！啊，你要体会的，你才知道；你体会不得的时候，跟你讲，你也不相信。一定要自己体会的。菩萨这一首偈颂里头，在我们现前社会里头最重要的给我们一个启示，我们起心动念言语造作决定不要给别人找麻烦，那别人有惊慌有恐怖啊，只要有丝毫这些念头，那我们就错了啊，从思想到行为啊，怎样才能真正做到呢？那记住世尊对我们基础的教诲，我们严格的受持啊，心善念头善行为善啊，这十善业道经上讲的昼夜常念善法，昼夜是不间断的。
思维善法，起心动念不要想别的。念头升起，都是想怎么样啊利益众生，怎么样帮助这些众生啊，帮助众生离苦得乐。苦乐是果报，果上不能解决问题，所以要懂得因啊，苦从哪里来的？从迷来的，从惑来的啊。乐从哪里来的？乐从悟来的，从善来的啊。那么由此可知啊，具体帮助众生离苦得乐，那就是要帮助众生破迷开悟，转恶为善。这个事情要从自己本身做起啊，说了没有用啊，要去做啊。啊，我们自己做，自己的业转过来。这个就是佛家常讲的转业力为愿力。转业力为愿力呀，这个意思暗含着转凡成圣。啊，业力是凡夫啊，愿力是佛菩萨。因此修道之人必须要舍弃自己的成见，日常生活当中尤其是处事待人接物，不可以随顺自己的意思啊。自己意思是什么？习气烦恼啊，随顺自己的贪嗔痴慢，随顺自己的七情五欲，那你是造业啊！你所造的是六道轮回业，你怎么能出得了六道？啊，所以佛教给我们啊，我们现在也没有开悟。我们也这么学法，佛教我们随顺佛陀教诲，啊，从哪里修呢？古大德常说的，从根本修。根本是什么？念头，起心动念是根本。啊，念头一动，自己就晓得这个念头是善还是恶。善念可以让它增长，恶念呢，马上把它停止。啊，这个就是三十七道品里头的四正勤啊。时时刻刻不能忘掉啊！啊，念念一持。我们功夫才会得力。才真正能够改过自新。真正修行人没有别的。天天反省自己的过失，天天改正自己的过失，
善恶的标准就是经典。我们同学们多数都是念无量寿经。无量寿经是最好的标准。但是念一定要明了经义。这样才能够对照自己的心性，检点自己的善恶。善念善行要增长，恶念恶行立刻要把它割掉。这叫真修啊，不是每天把经念几遍就算了，那可不管用的。经典里面字字句句都是真实教诲，初学的人我们特别介绍两段经文，一段是四十八愿，四十八愿是讲存心，愿愿都是利益众生的心啊。这是弥陀之心，也是设方一切如来之心。我们天天念，希望我们自己起心动念呢，都能够与四十八愿相应。我们的心同佛，愿同佛。另外一段我们采取的32到37品，这一段经文里面内容是无界摄善。经文长，说得很详细。我们念这段经文，反省自己的起心动念、言语造作，佛教导我们做的，我们做了没有？佛教我们不可以做的，我们违反了没有？这一段经文是善恶的标准，是是非的标准，要牢牢记住改往修来，改过修善，转凡成圣，都在这一段经文里面。所以我们把它列作朝暮课诵的经文，希望每一天读诵，每一天反省，每一天改过，我们才能成就，这才叫真修，这是真正在修经业。绝不是说每一天念念经文就算了，那可没有用处的。念经文是口善，你的心行还是不善，所以收不到效果。好，今天时间到了。